这么大年龄了还出来摆摊啊？年纪大不可以吗？你为啥你不搁家歇着呀？这么大年龄还出来摆摊啊？歇着不如找一点有价值的东西。但是有好多网友还是以为你经济条件困难，你才去选择做摆摊。朋友咋想的是他的事，真实的原因啊。你不到我这个年龄，到我这个年龄你都有高兴的事儿少些。你脾气也是一天，两三把小时。那你是咋做到三十年如一日的搁这摆摊啊？受旧的传统教育，我就说人老了应该有个价值，天那玩意儿吃饱坐饿。打牌打麻将，我觉得那不是对自己身体不好，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。这大年龄了，自己搁郑州，人媳妇们放心？为啥不放心呢？年轻人老不愿意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每天晚上能卖多少个呀？这个没啥规定，人家吃了多卖点，人家不吃少卖。这油菜馍里头加这么多，六块钱一个，他们挣的钱也不容易啊。你这心态怪好，这生意不就是这回事吗？你天天搁这块摆摊，见的肯定可多，夜间工作者，你感觉着他们容易不容易？只要是钱来的挣到，没有不容易的事儿；来的不挣到，再容易。对对对。他这么大年龄了，搁这摆摊，你心里会咋想呀？我咋知道，也是他摆摊的。哇，你心态真好啊！因为我离这近嘛，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岁数也大了，就是咱能吹吧里，吹吧里，忙嘛忙嘛，然后各个有意义的事。现在人这么多，来买你的菜吗？你高兴不高兴？不高兴。不高兴？嗯。为啥呀？累。累呀、啊？那累了都多歇歇嘛。你怎么办？他沉默怎么办？行。他沉默了，他叫他少等一会儿嘛，也不能太实力慌了。这一天好几个人去找我说这个事。就是意思是你不想叫这么多人围观你是吧？家里人全忙吧，就是这老菜磨老，啥也不行。你感觉你现在过得快乐不快乐？你快乐的原因在于哪儿？心里没执着，身上都没有。